那怎么会有彩纸的声音啊？我做数学作业呢，你等我把这个什么三棱锥画完。这个角 ABC 多少度，我一量就知道了。真有你的，你是准备交作业的时候把模型一起交上去啊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的思路。那你们老师需要一个很大的办公室。为什么？照你这样三年下去，不得搭出个金字塔出来？你懂什么懂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我这就是把应用题回归应用而已。哟，你这新鲜语跟谁学的？是诗彻跟我说的。诗彻？嗯，是我们班新转来的一个男生，就是那个狂拽少爷，把我所有想看的漫画都借走了的那个奇人。但我也是没想到，他看漫画的品味居然跟我一模一样。我欣赏他，下次我传他照片给你看。哦，对了，那天晚上小巷子里他还帮过我们忙呢，就是那个非主流。不过现在他那个杀马特的刘海已经为了他的篮球梦想剪掉了，抛弃了。他现在还在我的帮助下成立了篮球社呢。风云突变，大地将至。你说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你那道题做完了吗？没呢，我正在粘这个边儿。你试一下做一条垂线。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你害我白做一个模型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粘都粘上了。谁叫你一直在听那个故事的？好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挂了。还行，陆明，你怎么来了？集训刚结束我就回来了。球赛怎么样？我们输了。没事，输赢不重要，尽力就好。老弟，一块儿吃饭去吧。这是江皓月，我哥。啊，你是诗彻。你就是江皓月啊？原来是你啊！全校也就只有你不认识他吧？哎，要不要一块儿吃个饭去？不用了。可以。那走啊。